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方块哥，我们今天呢来给大家玩植物大战僵尸和睦小镇保卫战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叫做山峭壁，直接来给大家开始吧。我们要去黄色指示的位置，打开通电门，走吧，咱们直接来给大家打开这个通电门。这儿藏了几个僵尸，看到没有？电视头僵尸，还是圆锥筒的电视头僵尸，防御能力，我的天，竟然把我们给弹走了，这么牛吗？啊？哎，差点掉到这个知识岩浆里啊，掉进去我们就死翘翘了。有一个路障僵尸，然后呢，这边是电视头僵尸。哎呀，这什么东西？小鬼僵尸吗？哎呀，怎么导致我们晕眩了？小鬼僵尸，行动速度极快啊，是方块哥最讨厌的僵尸之一。好，也就是这儿了呗。这怎么走啊？这不会把我们电死吧？电死了。新计划，给门断电，找找电源在哪儿，把它关掉。这儿呗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问题矿工啊。哪个电能把它给关了呀？这儿。是吗？开关在哪儿啊？谁能教教俺？好，这儿。这是它的开关啊。也是一个像僵尸的牙齿一样的东西，搞定。僵尸们可不喜欢那样，再多摧毁几台机器。这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儿又是一台机器啊，像是一个滚动发电机或者是什么东西。我们需要摧毁四台，现在已经是两台了。这儿还有吗？不是。这里呢？也不是。哎呀，我们又来了，问题矿工。还有哪里有？这儿。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看到了一个宝箱，宝箱不拿非好汉，活动不可用。嘿，这儿可以摧毁。搞定。还有哪儿有？哎呦，谁在打我？这儿。疯了吧你啊！我现在战斗力爆表，你也敢来惹我啊？就是装载这个速度有点不太给力。哇塞，什么玩意儿？竟然把我给吸走了！这是什么？宇航员僵尸！安全门打开了，走。安全门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好，顺利通过。哎呀，安全门，这又是啥？又是问题矿工僵尸啊！我都走了这么远了，你还敢打我啊？玩命啊你这是！哇，下面有科学家僵尸在等着我们啊！貌似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岩浆峡谷啊！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他竟然能修复，还有工程师僵尸，你看他在修复这个通电门啊！这么厉害吗？这儿先把它干掉啊！搞定，工程师僵尸一个，先把这个会修复的这些人都给他干掉啊！把这个也顺手给他搞定。好，应该还有一个这儿。看到没有，科学家僵尸他呢也是会修复这个机器的，先把他也干掉，他是会瞬移的啊。
搞定。第二座发电厂，哎呀，这个为什么是不可以破坏的呀？搞定。第二个，电工们正在修理，走，找他去。他在二楼，怎么上去啊？把这个先打掉啊！我破坏完呢，你得下来修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倒是下来修啊，然后我就顺便把你干掉，哈哈哈哈！绝密计划，毫无漏洞。你在这儿呢，小东西。这是他的重型机械啊，沉重帮手。搞定你，还有哪儿在修的？来吧。来，继续打发电机，目标是五座。好，又搞定一座，这儿还有一个，看到没有？人呢？好，四座。哎呀，我咋还回去了？这家伙在哪儿修呢？这儿吗？四座，我就不信你修的比我还快吗？四座，这儿呢？疯了吧你？啊？你又要瞬移吗？啊？直接把这打掉得了。好，搞定，破坏发电机任务。门打开了，有了这顶牛仔帽，你的口琴声听起来也饱满了不少。哎，这儿有一个宇航员僵尸，王者级啊！别死在这儿啊，死在这儿我们的进度很有可能就丢了。哇塞！好，搞定。这有很多金的箱子，打不开。接下来我们要去那个黄色所指的目标点的位置，它呢，貌似是在这个啊楼梯的右侧，跳上去。哎呦我天，差点掉下去啊，得从这儿过。这个楼梯又从哪儿上呢？从这个地方上。电视头先给你干掉。好，我们正式拿到了牛仔帽。咱们今天呢先给大家在此结束，下一期我们继续来挑战植物大战僵尸和木小镇保卫战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